这个有关于这个 e-tech 哈，我有三个提案了哈，也感谢刚刚同仁啊，好，就第一个提案表达哈，应该是一个推动的方向哈，不然真的从台北到高雄啊，这一个400块的这个过路了哈，过路费啊，如果每一站都被罚是要将近500块，十站的话了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以一次通知来做计算的单位，应该是相当的合理吧？是不是部长？所以我们朝这个方案来处理。好的。那当然了哈，就是说，刚刚讲到，交通部，我本来是说希望要求交通部能够确保民众可以永久免费取得哈，跟安装这个 e-tech 哈，但是您的哈部里面也讲，还要跟远通公司来协商哈。那事实上我在先前咨询也讲过，远通电收从每笔扣款收委办服务费3.4元呐、啊，交通部一年就要付超过10亿啊，好、哦，我说这个远通电收啦就可以收到超过10亿哈。那相当大，所以说实在他之前哦，这个用这个 ETC 这个也没有达到65% 合约的要求嘛。那现在处理怎么样？到6月底嘛。然后我们因为他前面的表现也不太好，我们应该为人民多增加一点，然后跟他重新协商这个契约嘛。是，我想这个我们到6月底合约怎么规定，我们会怎么办呢？啊，该罚就会罚了。那现在离65% 还差多少？现在已经6月中了。现在大概超过50了吧？差不多。超过50了啦。所以还差很多嘛。不过基本上就是说，我们也是再三宣示了，这一部分啊，合约怎么规定，我们就会怎么办。好的，我想最后一点时间就是说，因为储值设计可以让厂商作用很大的现金流。没有，那个储值不是储在厂商的这个账户里面，是储在我们。这个高速公路国库的那个账户里面，那多久上缴国库一次啊？或者是说那个应该利息啊？利息怎么算？每天就结案的，每天结案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不会，所以不会有这个。他不会有过路财神的、啊，不会过路财神。不会。好，那就我们就比较放心了哈。好，我想其他就请部长参考我刚刚的提案。是，谢谢。